往你的左边坐，再挪点，不动了，天儿了。看美食，520。我是十七二，老师你是十七二，我是520。道具，你看货底的东西穿不穿？好的。这一场戏就开了七个镜头。我只在乎你。会接球吧？是，我也去。真帅呀！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是个不同的，那个玩到一个不是个结婚。然后和杨猛呢，就我不想结婚，然后感觉也紧张合适吗？天哪，你表白了吗？我这么一说，说嘛。你白我干嘛？我看你一眼了。嗯，二位含情。女生的话，就喜欢的类型的人还是啊，不一定限于女生，我觉得。嗯。啊，是就开心就好。啊，开心。关键最重要的是开心。那我男孩女孩都说吧啊，女孩的话我喜欢可爱的、懂事的。嗯哼。男孩的话我喜欢，我挺喜欢就是。最好是能顾海的性格。哎，男孩我就喜欢我家白洛英的性格结合在男孩我就特别喜欢我我这种男孩。然后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讲，想要什么你跟我说。想要什么你跟我说。Your love 不说不换，我爱你，不说不换，我爱你，谢不谢，谢谢。我喜欢的女生类型是善良，然后懂事可爱。什么叫像懂事？懂事啊，就像你一样，像你一样。你愿意吗？快乐吗？我很快乐。具体有什么特别喜欢类哪一种类型的？长发啊，短发，或是皮肤比较白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见钟情嘛，这个一见钟情，看我啊！让你做的日本，阿里阿多。